你記得臨走嘅時候睇我玩多次 Power Cushion 喎，知唔知道？如果唔係我真係講講下唔講。但係點解環節咁重要嘅？因為有肉有問題㗎，打環就成個 screen， 打直咧全部人都係打環。當你打直嘅時候，你諗下你會變成點？影到佢身體咯，即係你會 cut 咗咯，即係我哋搏唔埋啊！簡單啲講，你全部一致都係打環就容易搏啊。但是所以打橫打直是有影響，但是我問題啊，上次拍了你不是應該會看到那張照片嗎？我 delete 了嘛，在電話上我放在 drive 上，然後 delete 了。為什麼？因為我電話沒有位置，現在有位置了。好，我考一下你先。Tempo 怎麼串？ Tempo T-E-M-P-O。 Rhythm 呢？ Rhythm R-H-Y-M T-H-M T-H-M Rhythm， OK， 你懂拼音的嘛，我記得以前上過學過拼音的嘛。是啊。兩個難的我就不考你了，因為見你的樣子都驚驚地。Yes。 現在用中文解釋給我聽 articulation 為什麼？連音。錯，我不要這個字。它是包括了連音，但是還有一個意思。它這個是統稱來的， articulation 是指連音和跳音的統稱。明白嗎？ Dynamics 呢？ Dynamics， 大四聲。啱。Tempo 速度 ，good rhythm rhythm 節奏。我想問 rhythm 同 tempo 點分 ？rhythm 同 tempo 呢個問題，你上個禮拜有考過我。tempo 啊，我知啊 ，tempo 咧佢係冇節奏嘅。可以咁講，但係你可以再講，即係唔好用啲咩有同冇呢個字咯。你試下用啊 ，tempo 快同慢。啊 ，rhythm 係唔同嘅。音即係嗰啲你頭先講嘅時值嘅組合，譬如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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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啲咪 rhythm 咯。咁我可以快啲嘛 ，bang bang bang bang， 或者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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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頭先快同慢咪指呢個 tempo 咯，得唔得？即係你同我解釋就隨意啲冇所謂嘅，因為你遲啲將來你譬如你考 oral 啊，佢唔會問你點解，但係佢會問你，咦呢首歌我俾你聽嗰首歌入邊嘅 tempo 係點㗎？有冇改變到啊？節奏佢唔會問。不過我講定俾你聽先啫。節奏咧係咪好似 C 一嗰個開頭咁啊？嗱，節奏實所有歌你都係有唔同嘅節奏組成咗有歌曲咯。譬如好似呢個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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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啲咪叫節奏咯。你可以快可以慢噶。譬如而家咁，我哋咪去到一二零咁啊咩 ？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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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係咁咯，得唔得？嗱，呢啲我哋遲啲再講啦。而家我哋用個scale 嚟到熱下身先。等等，我抽你。當你彈 scale 嘅時候，唔需要踩 pedal 噶嘛？你個坐姿想點啊？係冇錯啦，啱啦。咁你擺隻手咧，而家就距離遠咗咯喎。因為頭先我幫你校凳咧，我就係幫你校有 pedal 嘅嗰個距離啦。好，而家呢個就啱噶啦，你坐上嚟。OK。好。咁我抽嘅喎。整本抽得了而家，一個都得嘅。係啦，嗱，八月我哋仲有金堂同嚟緊呢個星下個禮拜六係咪？好似仲係嘅喎，即係仲有三堂。OK， 咁咧我哋就一定要成本 scale， 你要幫我係好熟。OK， 因為你嗰個 mock exam 我哋要模擬考試係九月尾，即是話九月前你要搞掂曬三首歌。OK， 跟住你仲要喺屋企同我自己做一次，然之後正式 mock exam 再做一次。Okay， 跟住就到你嘅考試啦。仲有私一做你，係啦，冇錯，啱。咦，好快嘅啫。私一教曬你喎。好快嘅啫，中間我拍好啦，聽住啦嚇。嚟緊落嚟我就係講英文嘅啦，聽清楚啲 instruction。Major scales， E flat major， hands together。轉頭見，拜拜。好，繼續啊，阿希。係喎，等等啊。咦，你好難得咁早，你係唔眼瞓嗰啲人嚟嘅喎。啊？
係咪？你要早係 OK 嘅，晏就唔得啦。你係嗰種人，即係好難得，因為前日都有個小朋友你咁嘅年紀，佢對媽咪同我講佢發曬脾氣啦，佢對我梗係冇發脾氣啦，唔敢啊嘛。咁啊，你又真係幾精神又幾開心喎、啊！你個樣好似嚇得玩恐龍展，有嘢 support 住你係咪？好，我哋繼續。好 ，Evet 啦，頭先嗰個速度你知唔知自己係慢噶？我知啦。係啦，因為你想穩陣係咪？係啊。係啦，咁咧一陣間我哋今日係一個鐘，咁所以咧我哋個 scale 應該會去到十二點啦，啱啱搭十二啦。OK， 咁我就會用嗰啲時間同你做拍子機嘅 scale。OK， 咁等你可以知道究竟我屋企用個拍子機究竟要幾耐？即係去到十二，我哋就會用拍子啊？唔係，十二前我哋都係講 scale。OK， 咁我哋半個鐘講 pieces。如果有時間剩最好，因為我都想講多少少 sight reading 同 oral 俾你聽，因為你 grade four 個 oral 係同你 grade two 係唔同噶。OK， 好，下一個 D flat major left hand。手型事啊，姐姐前面快咗，後面慢咗，唔關節奏事嚇、啊，速度嚟噶喎，速度節奏啊，前快後慢，大細聲，你好立啊，你係將佢嗰個 overlapping 咧嗱，點樣做連音其實好簡單，音同音之間係啱啱好黐住，你係黐得太多，你係彈到第三個，你先放第一個。基本上你彈第二個就要放第一個噶啦，呢啲叫做啱啱好嘅力加速，即係叫咁，可以咁講。但係當然你要將佢圓滑少少啦，因為你頭先係好似夾硬將佢分開嘛，你隻手慣咗黐埋嘛，咁你自己喺屋企就要將佢用個耳仔聽啦。我成日同你哋講，高級啲嘅學生你都算係中嘅高級啦，你未去到最高，但係你都算中中地噶啦。你會用個耳仔去聽你自己練啲乜嘢？有時你點解我會鬧你？你錯音係因為你根本就唔用個耳仔去聽你自己彈錯音，淨係交數，交夠四次或者五次同老師講嘅嗰個數量就夠啦。平時係咁練噶嘛，係咪 ？OK， 今個禮拜自己揾張紙 mark 住啊，因為你啲書留喺我嗰度㗎，你記得㗎。定係手冊你想自己攞走？手冊自己攞埋。手冊自己攞埋。係啦，淨係留翻啲scales 俾我。OK， 好。下一個 C sharp minor harmonic hands together， 轉錯位，轉錯手啦，繼續，你可唔可以繼續？Right hand， Country Motion Scale F Major， 錯咗手指啦，因為佢係食啦。F Major 你要諗下個難度係喺邊度先？難度就你都知道你而家嘅 contrary 去到你呢個四級冇一個係簡單嘅喎。係啊。咁 F major 感覺上係簡單喎，得一個 flat， 點解佢都要考你咧？你最中意諗點解嘅嘛？你最中意諲嘢嘅嘛？係啊。點解佢會考你啊？俾啲甜頭你。即係冇可能係天上，即係天上冇免費嘅午餐啊嘛。啱啊！咁點解佢要考你啊？咁簡單，一個 flat 都要考，唔係嘛？佢手指係點啊？手指佢係係咪有樣嘢係特別啲㗎？就係、是、你坐嗰個位咯。佢嗰個 right hand 啊，右手係咁㗎，四㗎，但左手你係一二三就轉㗎啦。佢考你轉手嘅反應，就係、是、就啱、是。
個係一二三四啊，一嗱一齊都係呢個一二三就轉咯，未轉佢唔準轉，佢要轉。因為你三同四你知道是梅花間竹的，那你錯了第一個，那你之後那些就錯了。 F major 我會 remark 在你那個手冊上，即是個 scale 你是 contrary motion 的 F major 不行。我唯一去 F major， 因為第一次都為他是第一個教，所以我以為他都 OK 的。都不是啊，你不嬲都有錯的隻手指。啊，我記得呢，我記得呢那個又講歌，一陣間先講歌，我哋未完。唔係，唔係呢個 scale 的scale 我冇攞過嚟啊嘛，即係有個呢、這個呢、這個叫做 arpeggios， arpeggios 好似仲有一啲未教喎、全部識噶咯喎，未教嗰啲你都應該可以自己諗到，我陣間再同你講。contrary motion 再嚟多一個，都係比較難啲嘅，你 B minor， 勁難嘅，應該係兩個音階。難咧，今次就唔係個 fingerings 難啦，係佢個 black keys 係同時間出現，係啦。不是個琴立啊，係你個手指立嘅。係啦，冇錯。因為你哋嚟之前每個學生我都會抹咗個琴先嘅，咁所以你唔會係個琴立嘅。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 overlapping， 你多得滯。即係太過連音。係，太多係啦，係啦，你講得啱。即係或者你擺塊布喺度。唔係擺塊布係，我不嬲都係中意個琴鍵係乾淨嘅，因為太多人彈啊嘛。即係要抹走曬啲指紋。抹走曬嗰啲指模上嘅油跡咯。你手就算洗咗手，你都會係有汗跡噶嘛。同埋有指紋。係啦，可以咁講咯。所以我琴鍵應該花過你嘅，我估啊。花過。係啊，你反光你見唔見到佢個琴鍵係有啲紋啊？見唔到，見唔到，咁就好啦。咁證明仲有好新正嚇。好 ，chromatic scale 你知係咩嚟㗎啦？咁我求其講兩個係 on the black keys 㗎，你聽清楚，佢有五個彈法，但係有幾多個名啊？五個彈法，但係就有四個。十個名啊！十個一個 black keys 有兩個名噶嘛，你乘數咯，一二三四五，咁但係佢有五個名，十個名點解咧？因為呢度唔係，你淨係單單睇一個 black keys 呢個，佢可以叫 C sharp 或者叫做 D flat 咯。跟住因為 E flat 或者係 D sharp， 呢個 F 就可以叫 F sharp， F 或者 E G flat， 跟住個 A 就可以 sharp G flat。B 就是 A flat 同 A sharp， A sharp B flat， 系啦，得唔得？所以點解我講有十個名字就係咁解咯，即係佢可以有十樣嘢，好似考緊你，但係你就係其實行緊嗰五樣嚟嘅啫。OK， 即係一個就係 flat， 一個就係 sharp， 系啦，冇錯啦。前面嗰個係 sharp， 後面嗰個 flat。你嘅前同後咪點分先？你話我分左右，因為琴咧。你分前後咧，大家唔係好明嘅，溝通唔到啊！溝通到你就要用琴嘅一個方向，那個琴就得兩個方向，呢邊係左，你對住佢，呢邊係左，嗰邊係右。咁所以一個琴鍵嚟到講，佢有分左同右。即係左就係 sharp， 右就係 flat。調轉。呢個係 flat， 呢個 sharp。對佢嚟講，向左邊嗰個嘅黑鍵就叫做 flat。降低咗，對喺嗰邊嘅呢個音
相對係呢個啦，叫做右邊嗰個就叫 sharp， 即係高音係 sharp， 低音係 flat， 係啦，因為呢個係英文嚟噶，英即係真係英文解釋咧 ，flat 係指平坦啊嘛，即係將佢降低咗，而 sharp 咧就將佢好似高音，你刨筆嗰啲叫 sharpener 啊嘛，係，咁咪即係將佢變尖咯，變高咯，變尖聲咯，變尖咗，即係把聲高音咯，咪即係高咯，啱嗎？所以其實都是英文的一種來的，行不行？ OK? Beginning on D flat, hands together. Okay. 好，你彈這個 chromatic scale 指法 OK 啦，速度你是先慢後快，你的平均你啱啱快那個就啱啦。得唔得？得，係啦。咁另外咧就係你最大的問題就係彈 chromatic scale， 你唔係彈到落個底嗰度。呢部琴同你屋企嗰部琴有咩唔同啊？彈落去嘅時候，你彈咗一陣啦，已經。我最好向你啦，其實我覺得你嗰個音聲咧，同我嗰個琴好似有少少唔同。係點唔同？形容到啊？高音咗，高音咗，同埋好似變咗把聲咁。高音咗啊？係啊，我覺得變咗把聲咁。高音定低音啊？正常咧就應該係我會低音啲嘅喎，因為咧我彈得多尾調音嗰啲咧係會鬆啲，會低音啲嘅喎。高，我好耐冇調過音咯喎，幾個月噶咯喎，咁同埋你電子應該唔會變得太誇張嘅啲聲。其實我電子有三個嘢，三個掣咧係可以變聲噶，即係變唔同樂器嘅聲啊嘛。呢個唔計，我淨係講佢係撳咗 piano 嗰個掣之後咧，個聲好啊，聲係有唔同樂器接受啊，鬆緊程度咧？鬆緊程度，好似同我嗰、那個。有定少硬硬咯，系啦，呢个一定嘅，因为呢度有用木做嘅，系啦，咁因为我都弹过你个琴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会知咯，所以咧你自己去考试当日嘅时候，你弹 scale 就好着数啦，行弹 scale 先，因为佢会问你嘅 scales 定系 pieces 先嘅，咁你会拣 pieces 啊 ？scale。我咁教你嘅咩？我一定係教我教親嗰啲一定係 scale 先嘅喎。OK， scale 先。第一，除咗 warm up 啲手指之外，你亦都可以你調節下你自己嗰個手指，因為就算你有試過考試嗰部琴咧，你去到考試當日你都係會唔記得㗎。嗯，係啊，咁所以你就要用個 scale 嚟到去摸索下，同個琴做下朋友先咯。你當佢係朋友㗎嘛？佢唔係敵人嚟㗎嘛？即係代呢幾隻字係佢隻眼。好啊，嚇 ，OK， 好啊，我呢啲係咩啊？咁佢啲手指啊，即係有七隻眼喺度。OK， 好，下一個嘅 chromatic scale beginning on C sharp right hand。C sharp right hand。兩個呢我跟你講了很多次你改不到我都不勉強你，但是呢你是剛剛好調轉了，哦，知道了，你不改沒問題的，但是呢你就要將個音色是調校到你不要做好像噠噠那些咯，即是你不要有是啦，你不要給它，因為你這個長短是很誇張的嘛，一個長一個這麼短，你一定會做到好似高低腳的一個聲音㗎。咁樣可能會彈得有少少奇。可以咁，但係你已經習慣咗，我都唔逼你改啦，因為而家改太遲啦。啲手指。係啦。好，最後一個啦 ，arpeggio 所有邊幾個未教啊？你如果印象當中，咁我哋就講嗰幾個啦。我記得我彈過係 D、T 嗰個有彈啦 ，B 嗰個都有彈。B 嗰個 E 有 ，A A 好似未彈過 ，A flat 未啦 ，D 有彈過啦 ，D flat 有 ，C 唔係呢個係 D flat major， 你嗰個係 D flat major，
因為佢同 C sharp 一樣。啊，知啦，我就彈咗 C 同埋 F 未 ，G 嗰個都未彈過，同埋 C sharp，C sharp 嗰個都未彈過。C sharp、G sharp， 跟住係嗱，即係我彈過 B、B flat、E、D、E flat、D flat， 跟住 C 同埋 F。咁即係我而家爭你三個啫，就 A flat、C sharp 同 G sharp。係啊。而家彈咗佢啦，我哋唔抽你問啦。好嗱，咁你首先咧就睇下個 A flat 你本身個 scale 點彈啊？誒唔係，淨係講緊 scale 你點彈啫，我攞支筆，你幫我數下。今天是星期二啊，今天是啊，你星期一有邊個啊？好啊，咁你聽埋呢格，因為我哋今次我哋遲咗兩日先至見啊嘛，咁所以你就聽埋呢格咯 ，OK？ 星期六都要練啊，即係星期六聽曬啦，星期日啊，俾曬啦，七分啊嘛，我星期日，星期日咯，前日啊，呢個係上個禮拜日，我走嘅。哦、即是上個禮拜上完堂之後嗰一日，之後嗰一日嚟。咁即係我要聽埋呢格啦，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咁啦。OK。係啊。咁我就呢一日見你啦。係啊。OK， 得未？頭先嗰個手指咧就係好簡單嘅啫，你就將二手指擺喺個 A flat， 跟住其餘嗰兩個音就係一同二。咁呢個就唔會係二噶咯喎，你唔好以為呢個二咧就呢個都係二喎，佢係開始嚟嘅啫，佢接住，跟住過去呢、這個就會。難搞啲嘅，你唔想難搞可以點咧？你可以講呢個同呢個，你睇下邊個大啲？我冇所謂，咁就舒服啲啦。不過通常書上面係寫四嘅，嗱你咪斷咗咯。你中意邊個多啲？我冇所謂。書就應該是三同四都可以，或者是啲人其實想執翻咧啲 friend 可以啊，可以啊。但係咧，我唔係好記得，好似我的稿子有練過星期日嗰一日嘅，應該係得可以啊。總之你彈到得，總之你唔好斷咯。啊 ，OK， 好。跟住下一個是你彈咗個 C sharp 嘅 scale 先，跟住你就揾佢第一、第三、第五音。最尾一個就是 G sharp， 咁你又係彈咗個 G major G major minor 先啦。咁而家你又揾佢一三五音啊？
奏，因為你個 scale 會留喺我嗰度啊，咁所以咧，你個拍子機又係留喺我嗰度啊，咁所以你基本上咧呢幾日你都係用唔到拍子機練噶啦。咁你麻煩你提我星期六喺你屋企嘅時候就用拍子機練，好唔好？咁我而家就唔嘥時間同你用拍子機啦，因為你都冇，你都練唔到。星期六就用咩嘈啦？我唔知道係咪唔記得。之前就話之所以揀一三五，係咪因為呢三個係咪好好流暢？唔係，佢係一個和弦嚟嘅。呢樣嘢你係未學嘅，因為我係你四級我係未教噶。和弦，所以先至揀佢。可以咁講。聽落去好合理㗎。呢個都合理㗎。咁點解？不過個聲唔同啫嘛。你啱啱呢個咧就係 C major 嘅最基本嘅一個 chord， 你啱啱呢個咧就係 D， 唔係 D major，D major 呢個係咪好合理？哦 ，E 咧都合理啊 ，F 咧合理 ，G major 咧合理 ，A 呢個真係 A minor 合理，擺上去咧合理咯，每個嘢都係合理噶，係啊，不過就全部都係頭先講嘅一三五咯。因為佢隔離嘅音就永遠都係撞嘅，佢只有同一三全部都係撞，你冇你揾唔到一個係唔撞的，即係乜嘢都係撞啊！係啦，你就算同黑鍵都有撞，係啊，咁所以有陣時聽啲嘢係係啦，好似 A 一嗰個嗰個。所以我就點解叫你嗰啲音嗰啲 chord 咧，你係要自己用個耳仔聽，就係合理與唔合理咯。你如果你唔用耳仔聽咧，你就永遠咧隔離都要坐個老師噶啦，你永遠都要俾我鬧啦。咁你都會俾人鬧，想成世對住我啊？唔通？OK， 好，你彈呢首俾我聽先，咁我睇下有咩事。我媽媽咪話呢？係啊，你媽媽頭先係講呢樣嘢，但係其實咧，我喺你屋企。彈的時候你是曾經做得是很好的，我知道，但你不可以一直維持住，是不是？為什麼剛才覺得好像有隻狗仔跌了地上？曱甴？曱甴啊，這個咯，我跌了本手冊，但為什麼都有些，不是，我的椅子是形的聲音，你不要說曱甴，我會很害怕的。四個之中哪四個音？哪四個元素？就是跳音、連音、大細聲、速度和節奏，是第一個就會錯。你其他嘢都唔係做得 perfect 喎，但係最嚴重嗰個問題今日係個節奏，因為咧你成首歌嗱，你而家當你熟啦，咁你有啲嘢我哋可以將佢微調一下啦，即係話
咦，這個位置我講什麼你就可以立刻改到，之前你不熟我講什麼你都要有頭來講啦，還有將來練琴你都是你要醒目一點，是由任何地方都可以開始，這個是我對你的要求。現在我們考試歌就算了，我們剩下一個零月而已，對著它，是不是？之後的歌你就是要這樣的了，整首歌這麼長，我們不可能堂堂都是由頭開始的，所以呢即是你講我就要改，可以每次都錯同樣的東西？不是，不可以次次都是由頭開始彈。啊，是的，我記得之前彈一零九你不喜歡我成日由頭開始彈。是啊，浪費時間。因為呢我由開始，因為呢我中間彈呢，我記得中間彈呢是彈不到的，我只彈整首歌，但得好少地方可以自己彈，例如呢一度、呢一度、呢度，即係開頭。你要學習呢樣嘢咯，得唔得？咁同埋你咁樣，你會平均啲嘅個人。你下下都係由頭開始，你個頭咪好爽。係啊。你個尾咪好生。跟住咧，問題就嚟啦。之前咧講嘅即係可能呢度錯，但彈呢度咧就有錯啦。我唔知道這個係咩問題啦。唔係，我記得之前我試過咁樣。係咪？總之你唔可以咁樣咯。OK， 我仲有你要揀一首歌。今年個音樂會你上年有冇？嚇！冇。你今年點都要嚟啊！嚇？點解？警告你啊！點解啊？趁你媽咪未喺度，我警告你先啦。嚇？點解啊？你年年都唔參加，今年好玩啊！今年有咩玩？我開咗 cam 唔講得，因為秘密嚟㗎。我哋熄咗個機就可以傾啦。熄咗機 ，OK。因為我而家未出通告啊，所有同學佢哋應承咗嚟嗰啲就知啦。我可以同你星期六講咯，但係你要應承我，你呢三首入邊你揀一首啦，因為啱啱好係你考完試之後。啊、你幾多號考？幾多號？應該十月幾號？十月幾啊？唔知道。我是十月尾咯。你一定不會是我嗰日子噶啦。嗱嗱咩啊？呢樣嘢我會考慮到。冇得考慮。禮拜六。係啦，今個禮拜六答覆我。冇得，但係你上唔上台都好，你個人要到咯。即係如果我錯咁，會唔會俾你話㗎？唔會。點解？不會，為什麼？開心日子來的嘛，你有沒有看過人家的開心的婚禮那裡會罵人啊？不會，不過如果不小心出錯或者彈錯音那會怎樣？不會，沒有的，那你小朋友表演是一定預咗有錯的啦，不是個個都是百分百 perfect 的嘛，是不是？那還有，喂，年年都不參與，你不是我的一份子來的。啊？你不是我這個團隊的一份子來的，當然是，不是，當然是，還是不是？當然是。未出現過你，人家問 Isaac 是誰來的，只是看過你的短片而已。啊？還要是cut了半個頭。還有這些照片。是啊，所以你要出現一下啦，知不知道？你表演到的，你的技巧不錯的，你這些叫做深藏不露。蛤？一出場就技壓四方咁，震驚全世界，震驚全場啦。OK， 考慮一下，考慮幾日之後，今個禮拜六要答我，跟住交換你答完我之後，我就話俾你聽入邊有啲乜嘢啦。OK， 你媽咪應該都知知地。嚇？咁應該問下媽咪。你可以問佢有啲咩話，佢應該知道我 send 咗啲嘢俾佢。啊，咁我冇 send 俾你啊，雖然我有你 WhatsApp。啊，放心啦。我會慢慢偷看他，因為呢我那部電話是他的。你那部拍自己電話是他的？不是啊，我部電話本身就是他的。啊哈，即是他給了我攞了另一部電話。那 你看不到，你要拿他現在用的那部你才看到的，我傳給他現在那部電話嘛。啊，是啊，我估應該都會有的，因為之前呢日曆那個呢去計看看呢他每天發佢啲新的嗰啲日子會做乜嘢咧？我部手機都會有嘅。日曆有，但是 message 就唔係嘅。message 跟電話嘅，跟電話卡啊。嚇！俾咗你，我 send 喺佢嗰度就你收唔到，你舊噶啦嘛。係嘛？咁我又偷睇嘅。都唔使偷睇，問佢攞嚟睇咯。OK， 預先知道都好嘅。好啦，咁有啲咩節奏上嘅問題出現咗咧？就係、是、第一。
你個動作好誇張，你彈到咁高做乜咧？隻手，你再嚟多次，太高啦！你咧，媽咪講個神韻咧，嗱，媽咪淨係識得講神韻，但係佢唔明點樣同你講，喂，你點樣彈得啱咧？咁你而家聽清楚。算啊，你試俾我示範好啊！睇住啦，你企呢度得噶啦，呢個位特登俾你企，睇住啦。好啦，大聲啊嘛！冇冇神韻噶，其實嗱，記得佢呢一 part 唔係講神韻，佢唔係講感覺，佢係講你似唔似一個樂器啫。即係只要係咁就咁噶咋？有冇神韻啊？即係唔使咁啊，即係咁咋？可以咁講。咁樣離開呢一度，唔使跳咁誇張。哇！太誇張啦呢一下，你抽上嚟嗰下，你會有個力喺度。其實誇張會唔會扣分噶？你要誇張得合理就唔扣分，你頭先係唔合理嘅，呢個唔合理嘅，佢人都唔係要你做呢樣嘢，人哋係叫你呢三個音係扮一種樂器啊嘛。我教過你係咩樂器㗎啦，初初學呢首歌，而家我唔講呢啲㗎啦，基本上吹嗰只啊嘛 ，boot boot boot 啊嘛，你咪扮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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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三個要平均㗎嘛，你唔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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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㗎嘛。不会这样的嘛，是吧？不过当然要大声啦。就这样。得不得 ?OK? 原来这个呢，这个是用呢，这个是后面会见到自己。你以前在拍位那里我没解释过给你听吗？是。我解释过的。是啊。是这样的。琴同埋你數碼鋼琴有咩唔同咧？呢啲咧其實係掣嚟嘅。如果冇咗入邊嗰啲線咧，你基本上撳掣係冇聲出嘅，當係一個木板嚟嘅啫。即係一個冇用嘅玉板。木板。咁當而家我哋講緊個結琴點樣出聲咧，就譬如我喺你呢邊應該睇到啦，係咪？見唔見到個錘仔喐啊？見到啊。好啦，我撳落去，後面有個錘仔就好似鋼鋼咁樣咧，就揈起噶啦嘛。佢咪打落咗條線度？其實你條線肉眼見唔到佢震，但其實佢震緊嘅。當佢震緊嘅時候，佢就出聲啦，就係你聽到個嗡一聲啦。直至到我一路撳喺度，佢個嗡會散噶嘛。你第時學物理 theory 係咪學嗰個 physics， 你應該會聽。誒得啊，可以啊。好，你準備過嚟。你等手指唔收咗 ，OK 好。小心啊！好，我哋頭先講到呢、這個，好啦。咁當我撳咗落去，個嗡一聲，佢會散開噶嘛？佢會俾啲空氣吸收咗，跟住就變到好似而家咁冇聲啦。係啊。好啦，當我兩下咪聽彈兩下，因為我放手嗰一下。佢除咗個錘仔跌翻落嚟之外，佢會有一塊布卡住咗喺個線嗰度，即刻令到個 string 係唔震嘅，咁就冇聲噶啦。所以你亦都頭先講到 scale 點解你會有立嘅情況發生呢？因為你知佢啲聲要俾佢散咗先得噶嘛，你唔俾佢散咗，咁佢啲聲咪仲震咯。佢未收聲，即係你一齊震嘅話，好似粗魯啲。挡住个嘴，即刻收声嗰只咯。你唔俾佢出声，你放咗佢先得咯。我知啊，如果咁样，咁样可能会好混乱啊个音。系啦，冇错啦。咁嗱呢个就解释咗咯。咁所以呢度冇我哋讲嘅乜嘢神韵嘅，你扮得似嗰个乐器吹奏嗰个乐器就得噶啦。好啦，听住咯。而家你坐，因為係你彈得嗰個節奏唔啱啊嘛，係你坐咯喎，坐翻上嚟先。好啦，咁你聽清楚我幾時 stop 你咯喎，而家開始。唔使你正常咁樣彈大力得噶啦，你個人坐後啲啊，佢冇 pedal 噶嘛。唔係，哦，你屋企你係要墊地坐啊？我好似呢首歌我叫你唔使 pedal， 你可以坐上嚟噶嘛，唔係咩？係咯，擺上去，兩隻手。这个太跳，因为这个它不跳的，你应该是比足
噔噔噔噔噔噔噔，呢个唔系吹喎，呢个系个鼓喎，嘣嘣嘣嘣噔，你鼓啊，鼓系嘣，又跟住佢嘣一声，咪唔系嘣，跟住咩？你令到我鼓唔出声，你有冇睇过人哋点令到我鼓唔出声啊？即刻揿平佢咯，即刻揿到佢嗰块嘢唔震咯，佢咪会停咯。你唔使撳平佢啊嘛，你俾佢啲聲自然散出嚟得噶啦，嘣嘣嘣嘣嘣嘣嘣就得噶啦。你嗰下冇上咯，跟住哒哒哒啦哒噔。我需要睇这个。可以可以啊。你呢两下要长度是一样的。你唔一樣啊！即系呢度唔一樣。你唔一樣啊！頭先，跟住咧，好，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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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两只手指头先咁一齐起，你啱啱行嘅第一次你冇起到噶，你个右手起咗，因为右手系个 melody 系好出声嘅，我明嘅，听得到，但系你个左手冇起到啊，第一次。哦。你记得佢起身啫，唔代表要跳音，你都系跳音咯。系啦，不过一齐起就最 perfect 啦。嗱，呢个慢慢练啦，你明白我讲乜嘢？你呢个位置自己去摸熟下咯。跟住之后，噔噔噔噔，你冇问题嘅。跟住呢一度，你个左手冇揿住。系啊，你呢度有揿住。清楚啲，你呢度系捋晒你，一定要好清楚。你唔好睇住时间，我都知道 running out of time 噶啦。但系咧，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好多次话 B 嘢会喺八月度讲。哎呀，你 A 你都未帮我搞掂啊！我忍唔住讲你啊嘛，真系啊！你次次你都系俾我个 A 系讲唔系啊，讲唔停嘅。你都冇嘢系做到俾我觉得系 perfect 咯。唔系你系有进步嘅，我知道。你呢首歌攞去考試都應該 pass 嘅，但我唔要 pass 啊嘛，我要高分啊！即係你唔單止要合格，而且要高分。係啊，我對我所有學生要求都係咁噶啦，除非你唔合格嘅啫、啊。如果我合格，再加多一分會點咧？一零一啊？係啊。我唔會獎勵你咯。如果係你如果有一三幾，我嗰啲一定冚爛獎勵，一係就加你獎勵計劃嘅分，一係我就即席。如果因為請你食嘢。因為二十幾我都有分俾你，我仲有 Q3 嗰啲咧，我遲啲會出通告噶啦，今個禮拜尾，我唔會頒獎，累積落去 Q4，因為 Q3 好多人請假，你都請咗兩堂啦，啊，即係阿姨你都有請假啦，雖然你有幫我補翻，但係好多人冇補翻，所以好多人都係啲分數好低，有亦都有好多人同我講，好多同學仔翻嚟同我講話，哇，咁我咪冇分，好唔公平喎，即係其實就唔存在唔公平嘅，因為佢哋去咗旅行。咁所以咧，我就將 Q3 嘅禮物嘅錢，因為我未買噶嘛，就累積到 Q4。咁你哋份禮物大啲啫，係咪先？咁我覺得對你冇影響啦。如果不過你係遲收禮物咁解咯，你咪當收 Christmas 禮物咯。我知道，但如果真係遲啲我攞得好咧，可唔可以送叻狗啊嘛？知你啦，頭嗰幾名咧，成日都係頭嗰幾名嗰啲，我知道你哋最中意咩噶啦。知知地噶啦，問咗咁多次仲唔知咩 ？OK， 咁所以咧，我就要同你講定啦 ，Q3 就唔會有禮物嘅 ，Q4一次過收，但係分數要照計。九月份出新手冊，你要幫我將啲分數係寫得清楚啲，因為我會將呢本舊手冊啲分一次過計曬啲冧心擺落去 Q4嗰度嘅。原來冇㗎啦。唔係啊，我唔係換呢本手冊啊，我直情有本真係新嘅手冊，當係好似學校嘅學生手冊俾你哋嘅。星期六俾你睇啊，即系阿 Min 俾张相你睇啊，未印嘅。
係啦，淺紫色你 OK 㗎，你唔會嫌太女仔咯。嚇？淺紫色咯，我中意喎。我最近粉紅色添嚇，有得好啲，同最紫咯，有冇同呢個一樣？彈多次呢個俾我聽，跟住你幫我留意翻你個節奏，我會細心。跳躍好活潑，好興奮，唔係笨重嘅。你彈到笨重，你梗係覺得舒服啦。呢首歌全部都係重重重重，好似嗰啲打鼓嗰啲啊，響吧，即係砰嗰啲咧。我即係講緊乜嘢？獅子頭嘅 ，symbol 就叫做嗰個攞嗰個金色板。係啦係啦，嗰只咯，唔係呢一種，咪長長嗰只啊。嗰個叫咩？哦，嗰個係叫叫做白。中文叫把，
白金金字邊拔河個拔咯。哦，拔河個拔，但係變成剔手邊變成金字部咯，係啦，嗰只咯，但係唔係嗰只啊嘛，呢個係咁啫嘛。聽唔聽到我同你嘅分別？嗯，係啦，你要做呢個分別。好，跟住我哋咧就好快速咁去思啦，因為思我想今日咧成首聽曬你有啲咩問題。哦啊，系啊，最大問題就係呢一度啊！我想問咧，如果真係音樂會嗰個，你會揀邊首啊 ？A 啊，你揀？我想你揀 A 喎。嗱，聽我先 ，A 咧應該先係唔未啊？媽咪咪撳鐘啊嘛。C 係最熟嘅，唔係喎。C 係最熟，唔係吧？唔係 C 咧，係有啲唔熟嘅。係咯。咦？唔係 C。你去到嗰陣時已經考緊，考完啊嘛。你揀。B， hello， 爹哋入嚟呀，好，应该够位嘅，系啊，稳阵，接位起手，接起手啦，接起完未？未啊，讲埋先，我记得咧，小心冇记错你，而家个摄影系会影紧噶，你随便先，我同机，嗰个系咪影紧噶？影紧噶仲，咦，我啱啱头先咪影紧你嫲嫲咯，我奶奶，哦，你奶奶咯，你知唔知咩叫奶奶？知啊。呢个咩地方嚟啊？我老公嘅老诶妈咪屋企系啦。头先你讲咩？系啊，影咗唔紧要噶。头先你讲到咩啊？呢个系咪第一首？系啊，就话呢一部咧，就系我就觉得有少少冇人，冇人喺度系咁噶嘛。你坐好个人先。跟住咁样呢个咩嚟啊？嗱，咁呢度我 skip 咗先咯，我先讲起。呢一 part 我哋 skip 咗先，我哋就由呢度開始得唔得先？你可唔可以由呢一個23咁樣單獨開始？呢度，嗯。跟住咧，啱。好，呢度咧就同你 B 嗰首其中有一 part 咧，我成日同你講唔好混亂。唔好俾佢彈到黐埋一嚿嘅呢一啲係一模一樣嘅技巧。你呢四個音你冚唪唥都要記得佢係點擺喺。好容易嘅啫嘛呢個，同埋佢呢個手係得一個反手啫嘛，係咪？好啦，呢度都唔成問題啦。好啦，跟住呢度咧，呢度係錯。你認真啲去睇呢個係咩音？嗱，我最多寫俾你啦。A E A 唔係 C G， 呢個係 E flat， 佢係卡住咗喺中間㗎，咁㗎，睇住啫。嗱，呢個係咁啦，咁㗎嘛 ，OK？ 好，你呢度入啦，你唔好喺下面啦。放 C， 但系你要系哒哒，呢度用咗 B 嘅技巧，呢度用咗 A 嘅技巧，即系话你要揿住上面音，但系你呢一度啲音要自己要做自己嘢。咁呢个三二系。全部都是呢嚿呢嚿呢嚿四嚿字一模一樣嘅嘢嚟嘅。咩叫 DCB 啊？嗰個一樣咯，都係得啦。冇錯啱。係啦，呢兩嚿係難嘅，跟住呢個唔使彈俾我聽，我自己識噶啦。呢個明明點樣練？明。星期六彈俾我聽。即係嗱，只要叫呢個 C， 呢個 G， 呢個 B， 呢個係 B 係 revision。我想知道呢個係咩字嚟㗎？呢個 E 咩 ？E 呢個 B 啊？啊？而家你哋屋企啊？唔識講咩？得唔得？